喂高司机要过桥，带客揸车够好桥啊！咪睇笑呢条美国马里兰州嘅海湾大桥啊，佢1952年落成，一直都吓着好多细胆司机噶。因为佢嘅最高点离海面有56米，即系大概18层楼咁高，位高嘅司机真系未必够胆过桥噶。如果遇上暴风雨，司机连前面都睇唔清楚，就仲惊啊！随时撞咗车都唔知咩事啊！所以呢条桥被旅游与休闲杂志选为全球最惊吓行车大桥嘅第9位啦。如果想顺利过渡，都唔系冇法宝噶。有网站专帮呢啲位高司机揸架车过桥，只要拨个轮预约就得，每次大概195蚊港纸。网站老板话。车手要好抱噶，除咗要唔畏高，仲要辅导埋隔篱位客人，分散佢哋嘅注意力啊！开业5年，已 serve 咗超过5800个客，可惜佢哋只系会帮私家车，揸其他车嘅人都系壮壮胆先啦。